在还跟有关单位以农业局局长在开会哈，请他们有请假，在过半个小时之后会到会场哈。那我们新闻媒体的好朋友，台南市议会，我们议会同仁，大家午安。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为三读议案第一读会，审议各项提案，还有第三报告事项，第四年期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暨护士单位预算案。向大会来报告，我们台南市政府除了李秘书长哦，两位都到了哈。那我们人事处的许英峰处长，由我们专门委员陈秀叶陈专委来代理出席。那接着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议事组来宣读本次定期大会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的结果报告。请翻阅白色之报。在议会员。陈员，请。要到法官的解释吼，议会议员伫议会期间用议会名，甲咱市政府特处了，即问政需要要给。那我拜托咱议长为着体制法制，这点一定要坚持。议会期间哦，用议会你家己发文处理的，南胖伫中会期间，地价税安怎算？我唔是我个人要爱呢，我唔是市六讲的财团呐。哦，是那不爱话，我感觉爱讲清楚，不然议会开要开啥？开会期间呢，唔是平常时啊呢？哦，这我不报叫到，我来解释要做清楚了哈、哦。结论我都啊讲过，就是讲唔是我个人发文，啊议会发文，就是公团体，你发机构，你问政需要，以审查医生需要，各位资料。咱政府部门一定要提供。好的，蔡英文议员，你请坐哈。好，针对蔡英文议员多次的要求，我们台南市政府在大会议会质询期间所要求的资料，请我们市政府各局处依法提供。如果你们有在法令执行上无法做到的，请跟蔡议会议员做说明。是，好，但是哈，今天蔡议员，我们现在所提的这一个问题哈，我们也多次的跟市政府来要求。那市政府。你说哪一个单位？你现在讲的是财政局，我讲我做清楚啊。好，来，那财政局长你说明。好，你请坐，我请财政局说明。个人机密保护的问题嘛。财政局长，你说明为什么蔡议员要的资料你不给？跟蔡议员报告，你要的那个是税务的资料，税务的资料按照税捐稽征法33条，它要求是绝对保守秘密，好、哦，是不是？如果不是这样规定，我给你没有关系的。好，不是你要的资料，不要跟法律有相抵触的，好、哦，不要让我们很为难呐、啊，好、哦，好、哦，不依法不能给，没有给你，你又在这边炮轰我，我很难，我，他是对于纳税义务人的资料啊，他是要绝对保守机密。当然了，好，给蔡议会议员时间来，我们给蔡议会议员时间。这个资料我拜托你无疑点来念一下了吼，我卡都讲啊足清楚啊，唔是我个人蔡议会给哦，特哦，是经过议会议长你发文处理，哦，写足清楚哦，啊，安尼我讲一下啦吼，我讲白了。这个蔡议会议员，我现在是这样啦吼、欸，我也尊重你提的。这个需求，包括您的意见，那你尊重我在想，现在是该谁请的话都该谁请的。现在是我们
财政局长依法上他自己已经说明的这么清楚。哦，对哦，我尊重你，你别把议会的尊严践踏在议坛上了。我没有把议会的尊严践踏。我要非常清楚的说，我从来就没有践踏我们议会的尊严，我也在大会上公开的要求。哦，那现在是你接不接受我们财政局长这样子的说明，这是有这一点的争议。议长，好，今叫你议长，你要听我讲一下，谁让我讲呢？啊，你议员拢永远无法度问政。我时间还没够，你我先讲一下，我先讲完了吧。不啦，负责，你我先讲了好冇？郭秀芝议员，今天我们严副市长他是。休息文中。
好，让他打钟一下好吗？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郭秀珠议员。副市长，你即摆有两个身份，啊，你新闻稿发了真水嘛，啊，你嘛讲了袂歹，啊，我想要甲你讲，我歹势甲你讲啥？你提名民进党议员，啊，为台南市咧拍拼，你啊助理费即摆咧互收啊，我阁无甲你闹开个呢，我是安那袂当加入你民进党？你是安那袂尽心？一个台南办会，警察局都有家，你敢要来问一下？好啦，那个郭秀珠议员，我们针对台南办会，买经过法官审判。办会，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来，议长，你话够能改啊？无个清点民众，再来一次，开心清点。不要这样啦，郭秀珠议员。哇，你讲、哦，我们今天都是为了审议，因为今天为什么中途我们会改为大会呢？因为市府有一些。垫付款案在年底需要执行，有这个必须性。因为我看到伊，伊计划只是摆着咱偌清的市。来啦，那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啦。啊，他都还没有发言完，我就是说希望大家有事情来讨论嘛。因为我们今天大会就是因为市府的局处。中央给的补助款、垫付款案，在年底前要必须执行，请党团我们进行协商好吗？谢谢。好，如果大家遵照，因为现在大家都这么的吵，那我们郭秀珠议员提案的要清点人数，请议事组同仁清点人数。怎么样？
好，现在人是23人，那我们下午的大会宣布流会。